岁，所以要愁死。我送你礼物，好啊。是什么？哎，你的礼物拿到了。嗯，哎，好啦，别生气啊，我今天礼物要送你啊，刚跟你开个小玩笑而已。什么啦？啊，你不是说我想干嘛都可以吗？今天我生日，哎。对啊，你想干嘛？那今天可以吗？那在厕所也可以吗？在哪都可以啊。那你等我一下。哎、欸，你今天怎么刚来上班呀？对啊，你女朋友说你再来就要剁手。啊，没关系啊，我女朋友说我今天干什么都可以哦。